你好，你好，黑弟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这是什么？蜡笔，真厉害！它是做什么用的？涂颜色，厉害！下面一个，这是什么？牙刷。那这个呢？牙膏。对，再来看一看，我们来看一看，黑弟，你认识这个吗？沙子。对了。勺子，勺子，对了，好，那这个是什么？椅子。你的椅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白色。和白色和绿色对吗？不是。黄色对吗？是的，白色和黄色。谢谢，请坐。好，那这是什么？对，这个门。对，好，那这个是什么？袜子。你有袜子吗？没有。这是什么？鞋子。对了，这是鞋子。好嘞，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